哎，你好！哎呀，还用这款老手机呢，是不是？啊！现在爱笑智能机第一代。你这也不是手机，你这不眼镜吗？啊！见过什么呀？这是手机。手机？爱笑智能机第一代。那怎么用啊？这手机？来，您看啊，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个眼镜，但实际上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高智能手机。我给您做一下示范，好不好？啊，您不一定决定要买，先看过之后再。好吧，我看看。好，现在戴上了。那么，一款手机，当你戴上之后，你选择开机，对吧？对，开机。这个手机是通过什么来识别呢？面部识别以及你的肢体语言，对这个手机进行一些操作和判定，明白了吗？来，准备，先开机啊！或开机非常有别致，来。好，开机了，开机了。现在你看不到先生，但在我面前啊，现在有一个程序的画面，就跟苹果手机是一样的啊。像我看一眼程序，你看这有很多游戏啊、美图秀秀，你再选程序，然后倒，就用脑袋滑就行了啊。好，锁机了，好，特别的先进，非常的实用。这个手机真好用。对，哎对，那个那我要用这手机打电话怎么打呀？问得好，一个手机最出色的就是它打电话的功能。您现在用普通手机，您需要拨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也就是说，您的注意力只需注意在您的手机，您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对。但这个手机不是，您戴上以后看前方，然后它的拨号是通过一个动作来识别的，比如说您的电话是多少？13400190。13400190，对吧？对。好。啊，您电话还真少一位哈，来，看，首先您看好啊，13400190。哎，您看通没通？哎，通了，是不是？灵灵，哎呀，这个就对了，它是通过体感来那什么的。哦，这个您想问，在那跟其他手机区别在哪儿了？对啊，您看我现在把手机放在这儿，对吧？那么这是普通的手机，您走在大街上，我想你了，我要给你打电话。13400190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手机摔了，好可惜，就出现这么情况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您带上这个手机，就绝不会，因为您注意力不在这儿，您可以看着前方。13400196，通没通？喂，怎么样？哎，挺好，特别好，清晰，太清晰了，特别好吧？这画质太清晰，来，挂断了。哇，太棒了，这个手机，酷不酷？啊，这手机功能太强。哎，那如果我要用这个手机发短信怎么发呀？问得好，发短信是一种最全新的功能，那么就是语音识别系统。比如说，你看啊，现在是选择收件人是您，我给您发一个短信，它是语音识别。比如说，您看您这个长相，我就会给您发，你有病吧？等会儿，这个它的语音操作系统它不是很灵敏。等会儿啊，你有病吧？不是你有命，是你有病吧？有病！哎，发送，哎，收到没有？哎，收到了。厉害不厉害？哎，我给你回一个，你有病！你看，我给你回一个。点了噔噔，哎，我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，哎，哎，真方便这手机。你看啊，在大街上，同样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如果我说我想给你发信息了，你在大街上会遇到这么个情况：13400196，你有病！哎呀，哎呀，手机掉了，好可惜。手机掉了，有这么个情况，对不对？是。但如果你用这款手机，就没有这样情况了，你就看着前方就好了吧，对吧？13400196，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这功能太先进了，太强大了，兄弟！哇，太棒了！这是现在的最新科技。虽说语音识别系统现在不是很灵敏，但是呢，在升级完3.0版本以后，它会更新这些所有的系统。对不对？这样，这个你看，我这手机我最在意的功能就是这个拍照功能，没事个自拍什么的，我拍照。对，一个女孩最喜欢拍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就觉得你有病嘛。你说送女朋友啊？送女朋友？哦，送女朋友是吧？你看，送女朋友送这手机，你有病？你看啊。是怎么个状况呢？对于拍照来说，它是一种面部识别，对不对？假如说你现在，你看到一个风景，你很美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等会儿我先找着相机那个功能啊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不是很灵敏。好，找到了，选择相机，哎，现在进去了。我现在前方有一个摄像头，虽然你看不见啊，但是我这儿有一个摄像头，那么它是面部识别的，明白吗？只要你做一个表情，它就自动照相了。来，现在就准备了啊，拍照，走。
好，现在我前面出现了一幅非常美的风景，一幅图画，看到了吗？哦，非常漂亮，太棒了。这跟其他手机就不一样了。哦，比如说啊，这是咱们男人之间秘密啊。您看，您在地铁上或者在公交车上，您看到一个女孩，也很漂亮。哇，我想给她拍照片。拍照片啊，对不对？对，特别漂亮，特别漂亮。那么你肯定假装打电话，让摄像头冲呢。对，拍照对吧？也就要不然假装自拍，实际上在拍人家。要不然带着自己的关系拍女孩，反正你要照一下。但是很容易被发现。对，对吧？对，你有这款手机就什么都不用怕了。你戴上之后，你即便站在这个女孩面前，你给她拍照，她都不会发现你。这很简单，你看。对对对，他顶多会报警，应该不会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他不会惹出什么事端。咱们爱笑智能机一代就已经有了自拍功能。那么自拍怎么自拍呢？把手机倒过来，这么戴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系统没有更新完整，所以说自拍功能只有一个表情，就是最后一个表情。但是升级版3.0系统以后，这些错误就全都消失了。怎么样？哇，太棒了！你这个手机多少钱？50。50？什么？对啊，50。这么贵，你看看那我都要了，我都要了。你都要了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要白的。行，要白的，你拿一个黑的来，送给你，好吧？兄弟，你一定好好用，这手机现在最先进的，明白了吗？好好用，我一定回家好好用啊，好好用。谢谢这个手机，谢谢光顾啊，谢谢，太好了，哎，谢谢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啊！我的腿！啊！小姐，没事吧，小姐？车撞你是吧？别着急啊，我帮你拍照啊，帮你拍照取证。好疼！不行，我这手机不好使，不行，我不会用。不行，用我那个谁有电话？谁有照相的？哎，兄弟，快，这个女孩让车给撞了，你帮拍一下照片。等，我这找一下，用不明白我这手机。你们快帮我拍啊！你们没选上呢，上哪？哎，找到了啊！找着了，走向了啊！对。照相干什么呢？哪儿受伤啊？腿。照相了啊。照个全景，全景。那个小姐，你别着急，你家里电话多少？我给你家打电话。电话是930。930，然后。8888888。6个8是吧？好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你快点，你使劲照啊！6388888。我使劲了。使劲照。我特别使劲，我自己给自己照，好手机。93088888，完了，不是你拨通那个电话了没有？死机了，那个谁还有电话？我就只能照相。兄弟，那女孩让车撞了，给她家打个电话，拨个号，930后面6个8。快帮我拍啊！拍着呢。30888888。啊！你得使劲拍，你要这样。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么多好心人，我来发个微博好了。说微博你在哪里？微博你在哪里？哎，我的微博怎么不见了呢？哎呀，啊，找到了！还是拍照的。找到了，开机，来吧。我们今天有3个人，哎，不对，删除，1、2、3、4，有4个人。点，删除，